各位兄弟平安，平安，真欢喜咱今仔日哦，伫主日一届，搁一届见面哦。咱头先拢常常讲，咱人爱有信用，哦，爱有信用，对咱的人生有意义。哦，总是咱知影讲，什么款的信用，会带出无同款的价值观，无同款的信仰。哦，啊，甚至啊，咱宗教拢常常讲，宗教讲，好。咱信用，但是咱有想着无？伫宗教的顶面，吼，咱拢是发现着，因宗教含信用，话还是共款，总是咱会当发现着是啥物？宗教的常常是要求，确实无力量。啊，你今仔所读的这个经节，啥物？是一段，耶稣给一个患病38年的人。得到好，因即伫中间的对话，咱会当想讲，主的话，咱会当照做即个人的困难，啊，一个一定，咱讲的伊的性命大概就是安尼，就是固定的性命，总是啥物，咱会伫耶稣的话去得到困难，去得到转变，啊，咱的性命有可能话，我嘛希望像一个患病38年，我得到。改变，好，啊，咱来看，头过啊，咱有看到一，咱来读一段经节的时阵，咱有看到讲耶稣伫耶路撒冷，啊，近迄个幽门的所在，伫即个别墅台伫水边，去行即个异地，啊，咱头过伫。咱咧敬拜落落的时阵，我讲耶稣行真侪的神迹，吼，这个神迹嘛是搁一届的看出，耶稣行神迹迄个关联。啊，咱会当讲耶稣行真侪神迹，总是这神迹含白的神迹有一点仔无共款的是啥物？是咱发现着这个神迹含白的神迹是无共款的是，即个是。耶稣是主动，有的信仰是迄个想要得到伊的迄份亲吻耶稣，但即个信仰和别个信仰不同款的是，伊主动，耶稣是主动性的。哦，现在包括咱所读的哦，对伊问啥，问讲你要得到好无？哦，你要得到好无？哦，总是咱个头话，咱所读这个经节，听着怎啊？听着讲，即个人伊。回答的问题，咱从来听有一点仔抗拒的感觉。啊，那伊讲，啥物来问我这个问题啊？你唔知影讲水在震动的时阵，无人通扶我，吼，去水边。啊，我当我要去的时阵，就有人去啊。哇，伊的意思充满着埋怨。咱从来讲，我有啥物款的机会啊？啊，伊安尼讲，伊安尼回答嘛？表面话，伊真无奈，总是伊个内底是一个真迫切，伊想要转变换一个新的身躯，予伊个性命得到改变。但是啊嘛，伫即个人来来去去的中间，伊啊嘛，伊失望啊，伊真失望。总是咱会当看到即个性命是呐，即个性命是。耶稣无叫伊跳入水里，耶稣反倒叫伊嘛，反倒叫伊起来。所以咱伫今仔日的这段经节，咱会当去思考讲一寡代志，咱会想讲，上帝是主爱，是怜悯，都有大关联的，你看看伫咱头先所读的第三十、第四十，讲天使咧游水震动的时阵，哇，落去的人个得到医治。总是咱会当思考啥物？咱思考说，有当时啊，咱把这个信用当作是一个目标的时阵，安怎？有当时啊，可能有当信感嘛茫茫，未清未明。像这个故事，这个半辈38年的这个主角嘛，伊把迄个水啊。动作是啥物？动作是伊要会当搁活，会当得到改变的条件。
那就会爱落水哦，伊才有法度得救，得到医治，总是伊得到答案，竟然是安那，竟然是叫伊起来，毋是落去，哦，这真特别。就亲像咱头仔读的即种的进程，迄种第四种的阿伯遐嘛，阿伯遐迄个哦。迄个有一个做官的人，去求因的囝得医治，总是伊晓悟出一个什么？伊晓悟出，哎，相信上帝透过耶稣的话，会当行出快乐，毋是在伫迄个地点，也是任何的仪式。所以这对这地方像这个半辈三十八年的人，对这半辈人，伊真正是安怎，感觉有真大。冲击对伊边仔的人也是一个真大的冲击。哦，咱即话是安怎讲？咱去看，即、这个地点是伫底？即、这个地点是伫，哦，耶路撒冷。咱头仔咪讲，犹门的必属大个地边。犹门是对，犹门就是迄、那个哦，咱啊路边啊看迄个蓝色的水。啊，那是边仔迄个门遐吼，遐有一个门哦，伫迄个东北边遐。啊，即、这个门拢是个创啥物？即、这个门拢是个羊啊，哦，咱要献祭时阵羊啊入去个所在。所以咱对遮会当啊推论，会当知影讲，哇，遮来来去去个人一定拢是安那想要甲主亲近个人，哦，是咱想要甲主亲近个人，哦，因为。伊想要甲主亲近，感谢上帝对因的怜悯，对因的看顾，对因的恩典，所以才会想要献祭。啊、哦！但是咱会当看到的是，这个必须台的地的水面，却是充满什么话？充满头仔咱讲的，各项的看的，哦，歹脚的、目睭青的、迄孤单。吼、哦，啊，过来，今仔日咱讲的这个主角伫遮，吼、哦，咱刚看到讲，即群必须在池边的人，吼、哦，伫水边的人，含要甲主亲近的即群人是无共款的，甲主亲近的即群人是安怎？因常常安怎？安怎？观望、观望、惊宗教的活动。因无意识地讲，哎，早前要去圣殿，哦，要去献祭，就伫迄个青青的所在哦，迄、那个方格遐青青遐，哦，是要安怎？是要本质是安怎？是要有谦卑的感谢，感谢上帝，予伊的怜悯，予伊的恩典，哦，因无安尼想。甚至咱去看这个故事吼，这耶稣行神迹这个故事，看到什么？看到教会有人问啥？有人甲迄个伊伫许人讲啊，你来伫安息日抓你的护法起来，哦，你毋知影安息日爱修圣日嘛？啊嘛，感觉咱伫后边后边无扛起个后边，伊嘛质疑。啊！耶稣嘛真趣味，定定伫安息日做即款的代志，吼、哦！耶稣伫遮挑战因啥？挑战因安息日，挑战因这吼律法的理解。吼、哦！咱常常讲，现在拢想安息日，吼、哦！总是咱会当来了解讲安息日是啥物情？什么款的背景，哦，什么款的方式，会讲予伊感觉讲，哎，爱修安息日，哦，咱知影伫某些的某经遐有安尼讲着讲爱修安息日，总是哦爱修，哦，有一个律法予伊，总是到尾嘛，伫古约迄阵以色列因安怎，因背逆啊，未甲上帝。卖记起啊！哦，亲像咱拢好像嘛，点两下，上帝卖记起，肯定一边。哦，
所以伫即个情形的下面，先伫亚利米伊领受着啊，上帝耶和华咧甲伊讲，所以对啊，遐个当时遐个百姓，啊吼，讲出安尼话，讲你着爱谨慎。唔好就限制你，哦，计算打去耶路撒冷，哦，限制你就是爱专心、谨慎的意思来对上帝的话，哦，有了解，迄是当时的背景，以色列百姓一定袂记起。总是咱今仔日读的这个经节是安怎？咱今仔读的这个经节的背景，犹太人因怎？因为真了解律法，啊嘛真守因的信仰伫内底。吼，总是安怎？因知守律法知，但是有当时啊是安怎？可能无了解，这个白。本质信仰是啥物话？有当时啊，咱的上帝，咱的爸，咱知伊保护咱，总是咱嘛知讲，伊爱咱啊嘛，咱有伊的性情，有伊的属性伫内底。伊的性情属性是慈爱、怜悯，含咱头我讲的去别墅内。边仔要限制遐个人，像要有一点仔淡薄无共款。咱会当讲上帝是人民是有慈爱，但是这段经才真趣味的是啥物？真趣味的是，伫遮得到这个看袂真久的人，伊伫必须来得到医治。总是咱会当看到讲，咱头话讲着讲，律师台是安怎？律师台伊是一个人民的艺术，总是安怎？即群病人所面对的环境，敢是有人民的？无一定哦。咱当伊想讲，咱头话讲，伊遐来去的人是想要合住亲近的人，总是若像迄即群倒落遐。但是这群想要得到医治的人，却是哪像咱的圣经的别个故事，咱撒玛利亚，去撒玛利亚遐个人，有诶哪像是这些像咱利比的人，赶紧去献祭，袂记哩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要去见因心中的上帝，袂一直心上会烦恼。总是咱伫个经济，也是伫当伫迄个环境的背景内，当看到耶稣透过这个行医治的神迹，甲因提醒啥？提醒的是讲，唔通伫咱的信仰有一个硬病病的信仰伫内底，唔通过头形式化。咱来当看到的是，真趣味的是，特别哦，耶稣行这个神迹是伫什么时阵行的？是犹太节期行的。犹太节期就是咧办迄个讲律法，过一届会咧讲律法，恁爱来安怎守？诶，节期嘛是一个庆祝犹太人的节期，总是耶稣伫遮行。伊个信仰，提醒一个患病的人，和提醒一个四周围环境的人，讲恁所愿望、所信、所求的，有当时啊会真做啥物？真做是家己的方式，就像咱当时无信主的人，有可能嘛是另外一种的拜偶像。咱会当讲，必须在个环境
含咱即卖现代有甚物款个差别？咱来看讲，即个病人伊安怎？即个病人伊面对个是，咱头先有讲个讲，伊面对个是，伊首先爱去干迄个，迄罪有顶人，耶稣，上帝透过，天使甲伊有顶人个时阵，但是无讲甚物时阵会顶人。所以只要水在顶动的时阵，哇，遐人就会起起较紧，向阮公公较紧想要冲入去得到伊的。咱头先有讲到，必须台是一个灵敏的所在，总是灵敏的所在，甲有神灵敏的所在，无一定，甚至安怎？佮咱上个是一个正定感快，大家人横冲直撞，无啥物客气，因为我所愿望的，佮是即个时阵啊，我的性命所有的愿望拢伫遮，嘛有亲像讲，咱有当时把咱的目标放唔对的时阵，咱伫即个目标的超越过程中间。咱是可能需要呢，会客气，会彼此，会互相相夹的，无好的行动，有当像咱伫社会嘛，可能会拄着，所以人家讲，必须在有灵敏的所在。但是事实上，有可能嘛，像我是一个地角的所在，因为安怎，当水顶动的时阵，就亲像战争同款，无情的抢来抢去的所在，情，互家己较好。咱讲下个灵敏所在，其实。必须在这个所在，嘛有可能是安怎，是一个自我利益实现的所在。所以，咱会当看到，必须在是有可能伫社会，咱来讲，里面所有可能是一个看到人性的典型的所在。咱会当讲，必须在是安怎？必须在有可能伫，头先咱讲的。人性的展现，咱嘛可能讲，咱的性命下无主，下咱三个连结的时阵，有当时啊嘛，咱伫这个社会中间，咱伫个走动的时阵，咱有可能互大行无好的代志所炸的，还是所冲突，真侪人啊。那像阮看诶，外在真健康，总是有可能内在充满着各项真负面诶情绪伫内底。咱当看到是啥物？耶稣讲，你要得着好无？你要得着好无？是讲咱爱愿，咱爱有愿望，有德性诶愿望，总是有可能。咱面对的环境，像咧必须在即个环境安尼，总是安怎？迄个无信心，迄个咱人讲暂时毋捌做的人，也是无信心安样啊？有可能伊一开嘴，哇！伊充满负面的想法，伫伊的性命内底，伊安怎？可能埋怨、指责人讲，太无甲我劝，太无甲我扶。我放伫水边，伊性命是充满一个，真合理化家己的行为，充满伊感觉讲，伊即摆的安尼，就是印证是怎样，予伊比较安尼。所以有人讲，即个佛法可能嘛是伊家己讲的，咱华语讲的遮羞布，抵抗伊家己。合理化伊家己的问题，因为嘛，伊才会记住伊过去的代志。我毋知影讲，咱伫咱的生活，
也是讲，咱家己也是咱看四周围，有诶人可能是安尼，伊会合约伊家己，伊会掠伊家己真正诶代志来讲，哇，我是怎会安尼来吃做伊诶借口，因为人会已经过去诶代志，过去诶生活是安怎样，地高一尺嘛。总是咱知影讲，耶稣是予咱认为有盼望的主哦，伊把信心放伫咱的内底。咱会较看到讲，这个异地啊，这个异地毋是用家己想的方式，伊安怎？伊伫遮个无用的是啥？伊伫遮无用的是讲，一般人讲哇，这个看面遮久啊，你毋知我看面足久足可怜的嘛？总是无哦，耶稣叫伊起来，叫伊有行动，伊脱离迄种自我，感觉家己可怜啊，感觉足同情家己的。有的人有可能有安尼的想法，也是咱四周的人有可能安尼的想法，总是伫哪里提醒咱，叫伊起来，其实是安怎？是咱从个。咱的主，咱的上帝，透过耶稣，予咱大爱，伊一定会从这角度来保护咱。总是安怎，伊嘛期待安怎，咱是会当伫伊的保护、伊的稳定中间大爱，毋是怎变迟缓了，灵性的迟缓了。伊希望是啥？伊希望是讲，唔好是挖苦别人，一天过一天的生活。咱人讲，耶稣来这个看袂真久的人，伊挖苦的是安怎？伊挖苦的是人来来去去的信心。伊太无信心，有啊，伊有信心无？伊会倒遐浪费伊的日子，大概倒38年。所以咱袂当讲伊无信心，伊有信心，我只要迄个水挖过的。好起来，但是伊挖苦的信心是安怎？是来来去去的人，毋是生命的源头。这是无同款的信心。所以咱对这个经节，咱会当看到啥物？咱会当看到讲，迄个人要对埋怨，还是去？依赖别人的限制，因为人的我个人的信心是一种来来去去的虚无缥缈的有可能明天有可能明天你明仔载就无啊，这嘛是一种的信心，但是这是我个人的信心，把你的方向、把你的信心放伫人的所在，放伫人的心上。总是伫即个经节、即个行程，才会当去思考的是讲，即个看病真久的人，伊有限制，但是咱会当想着是啥？有限制，但是这无法度变成咱的借口，是安怎靠住行起来，去凭信心去行，过新的生活。咱头先有讲啊，讲这段经节的行程才是真特别的，坦白的是了，但是耶稣主动性。所以咱讲耶稣是主动性，安尼我对我所认为的信仰，我有主动性无？咱拢知影讲这主真好，这信仰真好，对我真大的帮助。总是咱也无对上帝。对伊的话，咱无对伊的话遐得着快乐的，咱无法度来，逐天的生活，佮亲像，这边我讲，佮亲像讲，咱信主了，咱同款会面对问题，伫咱的生活中间，总是咱也无对上帝遐主动性，对上帝遐得着。伊的话得到开朗，咱的信仰就
变成是一个宗教性的信仰。宗教性的信仰是无法度予咱得到生命，宗教性的信仰也无法度予咱得到信心。同款，宗教性的信仰也无法度予咱的灵魂去得到，予咱的灵魂去得到搁一界换新。因为只有信仰的主才有法度帮助咱，就像咱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所讲的。爱常常注意上帝的善良、尊传、欢喜的旨意是啥物话？总是最爱对主动性的对亲闻上帝的话，对下来。那麦当讲啥物？那麦当讲，顶下我知影讲，上帝话是予我有快乐，予我得到信仰的方向。这咱拢真了解，有可能我今嘛听着这话，我今嘛的状况、今嘛环境，就是哇，我的家庭、我的意念、我的工作，那像在伫一个无顺序，还是讲哇，我的家庭像在一个旷野的所在，总是上帝亲闻上帝，上帝话像一个活水同款。帮助咱，帮助你同我同款，去得到你的快乐。哦，所以咱今仔所读的经节，咱有遮讲的，叫人活的，是上帝所讲的话，伊当予咱，这个话会当成做咱内在的信仰同款。哦，咱老话讲的，讲宗教只有要求人爱做啥，袂使做啥。伊无予人快乐，无予人力量，总是安怎？耶稣是供应力量的。咱会当讲，真正要予伊，咱真正要透过遮个话，要活出这个快乐，就是对特别对伊的话来敲出这个快乐伫咱内内底。有当时咧，有人会讲我读这圣经啊，我拢无看咧，我无感受着。总是安怎？咱头我讲的，咱毋是挖苦来来去去的信心，咱是挖苦对上帝来的信心。所以咱爱知影，你还袂看去的时阵，得到你还袂看去的时阵，上帝就一定为你陪伴。因为你的源头的信心是对上帝来，对遐来。咱也当讲啥物？咱也当讲，伫这个经册这段的故事，这段时间，咱也当去想着啥？虽然我的所面对的是安尼，总是。一定为伊有备，而且讲哦，予伊得到快乐的时阵，伊会当真做是助所用的人。咱来讲用这个想法去想讲，有可能即摆你的性命是一个孤单的性命，总是你伫主内底讲哇，我要注意伫伊的内底，有可能你的性命真做是予伊使用的性命。咱来想，安怎讲真侪互主使用的性命？咱来看，咱来想，想象一个比如就好。咱拢知影讲，咱今仔坐到遮，有真舒适的冷气，互咱真心情真好坐到遮。总是咱知影，这是有插电的结果，咱才有法度，真舒适坐到遮。总是这个插头哈。开的、关的、开的、关的，你会搁查去，你会知，咱无法度得到真舒适的环境，搁有
个冷气嘛无法度有真好诶运转。佮有一个点啥物？设施即个插头拔起来，即、這个冷气伊敢是冷气？无啊，伊只是一寡物件所组成诶一台机器，机器无用久，就是变成是排干骨下。同款，咱人诶性命嘛是同款，咱无连接。伫主的话内底，也是有通时啊有，有通时啊无，同款，无法度理解哦。昨伫少年团体辅导哦，讲阮分享哦，有一段话真好。你想要认捌即个人，你安怎？你爱常常和伊讲话，才有法度真正了解伊。常常和伊亲近，咱才有法度了解。啊，无咱就是伫世间妄想，最后和迄个机器是同款的，甚至机器无插电、久无用，就是歹人骨下，忙是机器。咱难道讲，咱你可能想讲，我要互主用。总是安怎，我什么拢无，就像咱一巴肚空空，什么话拢无。总是咱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你会问讲，我是要安怎为主来使用？总是咱会当讲，我会晓讲话，我会当为教会来祈祷，我会当为四周的人祈祷，我会当为患者者来祈祷。你会当讲，我有甚物货？总是咱头话讲诶，咱是伊诶囝儿，咱有伊期待咱有伊诶属性伫内底。所以你有上帝诶慈爱、怜悯诶形象伫你诶内底，所以你会当看见啥？你会当看见人诶需要，互伊及时诶帮助。我知影。我说，服侍接触的兄弟姊妹中间，我知影有人做真好个陪伴的性命，看见有需要的人就去陪伴。同款，咱嘛应该讲，迄个互陪伴的迄个人，伊可能伫迄个互陪伴过程中间，咱嘛应该讲，伊有真水的性命，毋是去陪伴人的人，才有真水的性命。红陪伴的人，伊嘛有真水的性命，因为安怎，伊愿意予人陪伴。我毋知恁敢有即、這个经验，有的人是无愿意红陪伴的。所以咱嘛爱讲，愿意予人陪伴的人，伊的性命嘛是有一个真水的性命伫伊的内底，因两个互相去显现出安怎？显现出上帝的慈爱、怜悯和荣耀伫遮，所以毋通讲像我即摆都空空啊，讲我无心意，我无钱财，我无才华，我无心意，无。你有，你咱拢是上帝今日有伊的属性伫内底。有伊个性情伫内底，咱会当讲有当时啊，你会无想要真侪上帝的使用，你会无想要真侪上帝的荣耀，因为安怎？因为伊是超越的，咱无把咱的信仰绑掉的，就像迄个倒伫遐人，伊感觉讲一定爱有啥物款的方式，我才有法度得到。总是无叫伊落去，无扶伊落去水里，反倒是叫伊起来。上帝是超越一切的，超越一切的限制。咱咪通讲，咱头话讲来，有当时你会无要真侪予上帝的使用，你会无要真侪
上帝的荣耀，就像咱哥林多后书遐十二章遐来讲，讲我的恩典够也伫用，是要显现伫即个软弱的人的身上，要得到上帝的听是这么呐完整，这么呐丰丰富。所以咱当讲，咱会当做即款的人，伫即个经常啊去延伸思考，咱当做即款的人。咱的性命就像个啥物？咱的性命就像个一个水管哦，管华语讲的管子。所以咱免惊讲，哎，我的性命无，我无啥物话，我无这方面的专业，我无这方面的，我无陪伴，协谈之上的技巧。那一滴也是啥？那一滴也是。我这个水管有去塌掉的无？因为水搁较侪，塌掉的是无法度流出来，是无法度显现上帝的荣耀。伫咱的心中也是伫咱的四周围。伫今仔日，咱今这段经节，伫搁偌侪今仔日是第六个主日啦。咱伫这段经节，这段故事，咱当去思考咱对象，什么话是我的借口？什么话是我的？就像讲的，这个看袂真过，什么是我的破坏我的借口？伫搁偌侪第六个主日，咱用这个经节互相勉励。起来去行，耶稣基督一边有伫搁我，伊得胜的性命一定伫咱逐个人，咱逐个人拢是跟对伊的门徒，跟对伊的学生，咱会记住得胜的性命一定伫咱逐人内底。在大家兄弟姊妹内底，毋是伫特别的人内底，毋是伫团队者，伫中职内底，伫咱逐人的所，伫咱逐人的性命，伊得胜的性命，伫咱的中间要保护咱，引出咱，我的阿妈，咱逐人来主动起来，去回应伊，为伊做见证，这是咱三个来做的祈祷。予人搁我的上帝，阮知你有听阮，对阮起头，你就甲怜悯慈爱，赐予予阮，阮为安尼大大感谢你。圣神，我嘛求你，伫阮的心上，伫阮的中间，你亲像风来接引阮。恁亲像火焰来点着阮，恁亲像露水，你来融着阮。主，我咧讲，阮的心靠无你，阮的性命靠无你。主，予阮逐日有伫对你的话内底去得着快乐，予阮伫你的话内底继续。无停来寻求主你美好的旨意，伫阮达人，伫阮的性命的旨意，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感恩，阿门。